清除了饕餮在太阳系的所有残余后，我被任命为太空防务的总司令。有些事情只能自己知道。自上司和蔷薇分道扬镳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。休假的一年多里，我试着重新认识宇宙战争，直到确认他离开的意义。而他也不断用行动给我传递着一个信息：站得高才能看得远，站在最高才能看全局。如果我永远只做一个士兵，那地球就永远只能挨打。那些神，他们都在看着我。当我重回天人期，收起锐利，天使们才让我执掌王剑。我有惊天为地的力量，在做好太阳系的周全保护之前，我得一直藏着。银河之力阁小伦，我是时空蔷薇。我即将跟梁斌一起离开银河系，去到遥远的昆萨星。不要怀疑我为什么总是可以联系到你。在这银河系，恶魔一号几乎能监控一切，包括天刃七号的大部分动静。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你，你却看不到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恶魔会彻底离开银河系。如果未来你还想打败莫甘娜，那请按照我说的来做。咱们地球需要一个真正的太阳系防线，用一个强大的虫洞算法可以把整个太阳系都隐藏起来，这样太阳系会从光学上消失。但是这个工程很浩瀚，需要强大的恒星驱动能力和强大的物质构建能力。当太阳系防线完成以后，接下来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守护地球的血统和文明传承。要驾驭恶魔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是整个文明的事。未来的方向究竟是怎样的，这个问题只能交给你们来思考了。再见，银河之力，葛小伦。有些事情我也想明白了，你我皆为注定的事，不管曾经怎样，让它过去吧。超子说的对，你我都没得选择。期待再见。你看，雷娜为咱们打通赤乌恒星的能量源，而我呢，可能会进入长达三年的工程期。我会在整个太阳系外围构建一个黑色长城环带，这个环带通过强大的运算，可以将整个太阳系附上一层空间扭曲，这样，在赤乌恒星系外围就无法通过常规手段看到赤乌恒星系，也就是说，它就从宇宙的这个位置消失了。对，这个就是智新跟我们描述过的梅洛天庭底层防御系统，山寨版。区别是黑色长城环带依然会存在，并且需要各国一起布下岗哨和军事防线。以现在赤乌恒星的能源，能够维持这个防线大约一亿年，但是大规模的天体科技运用会让赤乌恒星的能源消耗很快。既然我们现在有了宇航能力，那么我们接下来更大的天体工程就得去往附近的恒星系。恰好
我的雄心可以让原本需要上万年的工程得以在数年内实现，而蔷薇提供了防线的虫洞算法。那么这个太阳系防线的控制终端会架设在天日期上，天日期为其提供足够强大的运算支持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赤无恒星系的超级防御。根据与天使文明的接触，能实现超级恒星防御的文明在已知宇宙不超过五个。这种技术让地球从宇宙中消失对地球有多大影响？在近百年内并不会有实际的影响。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呢？相对位置还在。这样真的能避免遭到各种外来入侵吗？我只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，我的智商呢，相对于137亿年的宇宙而言不值一提，而虫洞算法、雄心算法、恒星算法等等都是地外文明提供的，甚至我们能想到的无数先辈文明的后裔早就超越了。所以我不敢说我们这么做就能避免所有入侵，但是至少能在已知宇宙间构建相对和谐的地球发展环境。那么鉴于近几年地球出现的各种星际灾难，我代表我们地球的未来科学联盟认同这个计划。那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从2014年开始到今天5年的时间里，地球因为这场星际战争生灵涂炭，人口也由战前的60亿锐减到现在的不到30亿。由于核级别武器的投入使用以及恶魔的侵蚀，整个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已经变得很恶劣。现在的地球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信仰，一些人信仰恶魔，他们互相杀戮争夺恶魔基因种子，或者相信战死后能被莫甘娜复生。有一些信仰死神，认为死后才是新的世界。有一些呢信仰太阳神，认为只要顺从神威就能获得安生。很少一部分人还在维持神和道德，很少一部分人会坚守正义。在这个诸神显灵真是到令你不得不信的时代，我们地球的人类好像已经真正的迷失了方向。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对的，我也不敢，但我希望我们能相信XiongBingLian。这些人他们有一些从未改变过对正义的理解，对和平的追求，对信念的坚守。即便离开队伍的蔷薇身在敌营，却从未改变初心。所以在这里我也代表地球黑色长城认同这个计划。Hey boy，是否还记得你曾经稚气的脸庞，滚烫的热血能否再逆流而上？一路走来嘲笑你的人，他们过得怎么样？什么样没两样，又或者是为了阿宋正惆怅？扬帆起航，梦想的船帆此刻正飘扬，威武的大鼓已敲响远方的号角，吹得嘹亮响箭。一轮梦中人希望的曙光太渺茫，带我凯旋未来前线，披荆驾驭呼啸力爆发。船帆一旦扬起，注定会孤独。你得不怕水，不怕苦，得大度，没有回头路。当你停下来，真理颁布，那些人会告诉你，你可先去找个靠山，能够先在让你有个港湾。靠山，身上足够靠岸，一张扬的好看，一面对着高看，一年准备秒换一件风景好看一点吧。无论前方是黑夜或黎明，我将勇敢的困难前行，就算从半年工作的夜幕降临，我前进不停，没有人挑战我。呵，风云变天地，真充满了惊奇，升级版的赛亚人。啦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
比邻星，听说那里有一个石器时代的文明，我们要与他们建交。目标比邻星，没有大虫草驿站，开启连续空间跳跃，预计到达时间45天。洛天庭的作战会议现在开始。开会开会，动不动就开会，梅洛天庭有那么难搞吗？比你想象的难得多，或者说如果没有我的指引，恐怕你这辈子再也找不到的。是吗？若宁，您上次回来可是蛮狼狈的呀。换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天使焰他已经驾驭了神圣凯莎的知识宝库和武器库。跟我的黑洞引擎比起来呢？这个我得花些时间研究一下。报告，发现一名女天使正在跟踪我们。谁？不知道，不认识。你看看，就是这个小丫头。这是天使锥，现在焰的左翼护卫。之前在银河系混战的时候，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他。用得着我出手吗？不用，我得杀他几刀。女王，女王在吗？阿追，什么事？说吧。女王，不久前华夜舰队大规模集结，我判断他们很可能是冲着梅洛天庭来的。传过来，我看看。稍等。哼，连三角体都带上了，清朝出动了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即将进入大冲角的 H8T 第二九节点，还有3到5个小时就会出现在19防线外围。啊，可以出击，力求削弱舰队。我会让玲珑和天霜与你会合，共同执行任务。是。护卫舰刚刚离开了大冲桥，进入 A1 星域的86行星，并再次停泊。小心有诈，若宁诡计多端。上次跟他交手，虽然让他逃走了，不过我在他的身体里植入了一个破解程序。我给你算法，你马上执行天刃审判，就此将他消灭。